呢度就我哋住嘅屋。入面仲有灯，我谂佢仲未瞓嘅，一定喺度等我。嚟啊，我哋入去。吓？做咩啊？哦，冇嘢。咁我哋入去啊。我哋翻嚟啦。睇下邊個嚟咗？玲玲，你错啦，你唔应该叫对凤仙啊，你应该知道，好似佢呢种咁嘅女人，系唔会有男人狠心杀佢嘅。保重，我的确系错咗。原来系你叫吕凤仙，我有件事要话俾你听。你讲，我话我一直喺度等你翻，系呃你。其实我早已经俾吕福仙呃咗。我对你唔住，其实我对你唔住，我应该好好咁保护你。你点解要咁做？我系为咗你好，为咗我，我唔忍心睇住你毁灭一个咁嘅女人手上。你，哼！你算是什么？你为什么什么事都理我？你害了自己，害了林诗音，还害了这个姑娘。现在你还想来害我和她？你去找她。你唔好去。而家我想话俾你听，你一直都系我个朋友。系。但系从而家开始，以后就唔会系。
点啊？林仙儿喺老地方等你。吕凤仙亦喺埋度。嗯。唔好，你乖乖地听我话啦。你仲要留翻啲精神对付上官金鸿噶。佢算得系乜嘢啫？你以为我对付佢唔到咩？我唔系咁嘅意思，只不过如果你对付咗佢之后，我哋以后仲有大把日子噶，系咪？上官金鸿，吕凤仙，系。好，吕凤仙总算接得我出手。如果你唔系上官金鸿，我亦都不屑于杀你。你过嚟。佢绝对唔会过嚟嘅。所以你不配我出手。你不如死了他吧。我从来都不在背后杀人的。但是这一次就可能例外。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，路上边一定好辛苦啦。我总算找到你啦，咁仲唔够咩？你是谁？你就想用这把剑来杀我？你以为不可以吗？这把剑只可以杀死你自己，不信的你可以试一下。你想杀他，你知不知道他是谁？他是我恩人来的。恩人？刚才吕凤仙一直都在逼我，要我，好在他及时赶到才救了我。如果不是，我还以为你会帮我报答他。你同样可以杀人，这个都是报答的方法。什么话？你要他帮你杀人？你欠我的，他自然应该帮你还。好，我会帮你去杀人。任何人？除了李寻欢。你跟我来。
你已经唔再需要呢把剑。系。呢把剑系你嘅。你要我去杀边个？到时你自然会知道。而家你哋全部跟我翻去，做我嘅客人。他究竟要我去杀哪个？如果我没估错，他要你杀的人应该是龙霄云。龙霄云？再过多两天就是初一了。那又怎样？江湖上所有有名望的人都会得到请帖，到时就会来喝上官金鸿和龙霄云的结拜酒。大上官金鸿当然不会甘心和龙霄云结为八拜之交。所以他要我去杀他？因为你就是最适当人选嘛。为什么？如果上官金鸿用金钱帮的势力来杀龙霄云，就会被江湖上的人说他没有义气。但你就不同，你是李寻欢的好朋友，如果你杀龙霄云，人家只不过说你替李寻欢报仇而已。哼，龙霄云这样的人，就算我不是任何人，我都会杀他。但你不要忘记吧，就算你杀死龙霄云，上官金鸿一样会杀你。到时江湖上的人就以为他是为龙霄云报仇，够义气了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，也不要想，最好乖乖地睡觉。到时我就会教你点做，你只要听我一个人的说话就得噶啦。唔好啦，只要我哋娶所有人，以后仲有大把日子噶。等等我，你话过听我话噶嘛，系咪？因为你觉得阿飞也靠不住，所以又想来投靠我。哦，那你就很靠得住了吧。嗯，那就要看你了。你抱住我。原来你是这样的女人。你骗人，如果你识想，你就不应该来。但是我已经来了。那又怎样？原来得我什么好？你是我什么人？可以管我吗？我的确不应该来。
我对你点噶啦？我睇到。我哋唔好理佢，嚟。 你而家就算死喺度，亦都冇人会可怜你。何况你而家仲未死得，因为你应承我嘅事仲未做。我知道你咁样做人好难过，不过只要你唔想死，我可以有个办法令你好过啲。 你跟我嚟，日去。 入去啦！哎呀，公子，过嚟饮杯啦！嚟啊，过嚟啦！过嚟饮杯酒嘛！嚟，饮杯剩嘅，你饮啦。 好事成双啊！系咯，饮多杯添，饮多杯添啊！系啦，再饮，饮啦，饮多杯，嚟，唔好咁扫气，快饮。 英雄，请入座。上官公主。 你跟我出嚟，我哋帮主要你帮佢杀两个人。
大哥濃情厚意，兄弟沒齒難忘，我敬大哥一杯。我從不飲酒。既然是這樣，老伯以茶代酒又如何呢？我也從不飲茶。古人以滴血為盟，以事高義，但是老伯和家父都是通達之士，自然可以不拘形式的。不過香燭之禮是不能夠缺少的吧。香燭又有什麼用？祝天地，祭鬼神啊！鬼神不是祭我，為什麼我要祭他？現在到底是我和靈津結拜，還是和你？當然是家父。既然是這樣，你就站在一旁。大哥，犬齒無禮，請大哥千祈唔好見怪。咁嘅仔都叫做犬齒？大哥過獎。啲酒有毒咩？點解唔飲？我最憎就係浪費。飲杯。既然你叫我大哥，是不是要听我说？是，应当应当。好，现在我要你向大家敬酒。是。各位，我敬大家一杯，大家请饮。你在哪裡？你究竟在哪裡？大哥面前的放肆，罪居当杀。门外边有只狗，你见唔见？见啊，见。如果你要杀佢，不如去杀嗰只狗。大哥的意思即系话，你连只狗都不如啊。咁你呢？佢不如狗，但系你啊，连佢都不如。起码嗰只狗见到佢都唔会逃走啊！你哋会唔会同一个连狗都不如嘅人结拜为兄弟啊？当然会啦。连他们都不会，何况是我。帮主，结拜这个主意本来就是晚辈想出来的，想不到现在反而自取其辱，还辱及家父。本来晚辈好应该血洒当前，为父说耻嘅，但系可惜慈母在堂，又未尽孝，所以我不敢轻视。我小云。
帮主，你而家满意未啊？你就系用呢个办法嚟赎翻你父子嘅命？晚辈，少恒，睇下你个仔嘅份上，你走啦。俾人飲噶，你唔配。要想飲酒，自己去買。呢度嘅酒杯出现咗，你要饮我斟俾你。走就唔应该嚟，既然嚟咗，又何必走？冇错，既然嚟咗，又何必走？你嘅刀呢？刀已在，你嘅环呢？环已在，喺边度？喺心中，喺心中。我嘅手中虽无环，但系心中有。七年前，我手中已经冇还。佩服。你明白？调心造化，无还无我，无迹可寻，无坚不摧。好。你果然懂，懂即是不懂，不懂即是懂。李昙花果然是李昙花。上官金鸿何尝不是上官金鸿？请出招。招已在。
知道已在，在心中。即是不动，不动即是动。既然咁，打即是不打，不打即是打，又何必打呢？呢啲都皆因佢哋都未懂得武功嘅真谛。有啲人以为手中无环，心中就有环，已经到咗学武嘅巅峰。其实啊，仲差得远。哦，咁要点样先做到学武嘅巅峰？应该手中无环，心中亦无环。环即是我，我即是环。咁呢就差不多啦。差不多。咁咪即係仲差啲咯。冇錯，如果再能夠做到無幻無我，幻我兩忘，咁先至係至高嘅境界。啊，咁我諗起啦。咩啊？禪宗講過，佢話身如菩提樹，心如明鏡台，時時勤察色，不使漏塵埃。本来就是很高深的佛理啦，冇错啊。但是后来六祖慧能他讲得更妙啊。他说菩提本非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落尘埃？咁先至系真正嘅仙佛境界，武功亦都一样，应该做到。无物无我，物我两忘，咁先至系无坚不摧嘅。如果成日都自以为是嘅，咁点会有进步啊？哦，咁我明白啦。哦，只不过唔知有人明唔明白咧？系唔系孙老前辈啊？孫老前輩既然嚟咗，點解唔落嚟一見？真係神龍見首不見尾。道理人人会讲，问题是做不做得到。能够讲出这样的道理亦都很不容易。喂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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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打开佢！你以前见过佢？见过。你而家再见到佢？有咩感觉？佢死得并唔算系痛苦。你即系话佢死得好快？
能够咁快杀死佢嘅人，冇几多个。我睇唔超过五个。你系其中之一，你亦系。我点会杀佢？当然唔会。我只系想你明白，能够杀佢嘅人未必会杀佢，杀佢嘅人亦未必系能够杀佢嘅人。世事嘅嘢有阵时系好难预料。我呢一战迟早难免，随时奉陪。今晚？今日唔得。点解？我今日只系想饮酒。要饮酒，入边有，请。呢度嘅酒我配饮，除咗你，冇第二个配。我敬你一杯。好痛快！二十年嚟，我今日系第一次饮酒。杀死我算啫，系唔敢啊，因为唔舍得。你，我就企喺呢度睇住你。看看他是誰。你認得他是嗎？幾天前他還是好好的，是嗎？是。但是他現在已經死了。你見到他的屍體似乎一點都不驚奇，你早就知道了，是嗎？沒錯，你怎麼會知道的？因為他是我殺的。你瘋了嗎？你怎麼可以這樣說？我為什麼不可以這樣說？ 你這樣說，他一定殺死你的。在這個時候，生和死對我有什麼分別？你的仔是我杀的，你现在明白了吗？你承认就是希望我杀死你？
有中国属下追。呢个人想死，但系我哋偏偏唔俾佢死，系俾佢任何嘅嘢，俾佢走，俾佢女人，要几多就俾几多，要边个就俾边个，知道？除了我，是不是？我是你的。誰都可以要你，為什麼他不可以？他是我殺的，你為什麼不殺我？我就是要看著你，要生不得，要死唔得。